的金句就是不要让盛文不开心。那么据说这是几个月前呢，连芳云女士打电话给幕僚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。那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连胜文一个人选呢，他的全家总动员，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通通都出来了。好，那么很多人说有靠山真好，来看看本周的事件情。哎呦，这连啊盛文真正太好命去啊！你看，迄某真水，厝内阁真好个啊！啊，尤其是阁一个安尼老爸啦，讲不管伊出啥物代志，拢绝对天高地，这种老爸啦，你看，哈，太幸福了。如果我嘛有一个像连前安尼老爸哦，做我的许愿池，安尼我有我的。吃上子啊，你好阿伯啊，你嘛较拜托诶，爸。啊，恁爸是无够听你啊，啊，无啦，你家己无努力啊，有一个好老爸做许愿池有啥路用？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你看迄连胜文，卖讲连战啦，规个国民党拢出来听伊啊啦，伊的民调敢有起来？时阵，恁阁有心情去讨论什么连胜文呐？哼，黄阿英你，又阁是你，是安怎每一摆你就是要来找阮这样集团的麻烦呢？哎呦，找你麻烦，这是最后一摆啊啦！我甲恁讲，过了今仔日，恁这样集团就会在这个世界上 disappear， 消失啦！你讲什么笑话？豆总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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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我看伊这个落地啊，哦，伊落地啊，佫真深呢，足深的，吼吼，啊，尤其拄只头顶佫有这个特别的家私，想袂到你竟然请到天线宝宝，蓝天蓝，白天白，天线宝宝出来玩，嘿，是啊，不是甚物天线宝宝，你看清楚，伊穿西装呢，西装，伊是包伟明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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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你是讲伊个狼狼演的伊个上联那个版本啊？广告伊个有无？哇，无行嘞！哎，我有这，哦，这个有行，这个有行，这个有行，有啦！我跟你讲啦，你有看过卡通就知呀。我有这哆啦 A 梦之身吼，都参照连胜文、五音爸爸连战同款呐。我要爱啥，伊拢会使听我。哎呦，就是安尼哦，无怪这么嚣掰哦，因为伊有靠山。黄阿英，我想起来啊，顶边在我的办公室内底找到有迄个窃听器，嘿，甲这个同款，这个这么大只的窃听器，我是请伊个征信社去抓到的，这个窃听器竟然在我的公司三栋啊。敢讲这就是你伫背后塞人迄个谢子棋来斗的，是不是？无啊，你嘛甲差不多诶，遮尔大机的窃听器放放伫恁办公室，恁讲无看到，搁爱竞争性色，恁是目睭有问题吼？我跟你讲啦，无、啊、啦，这是我迄支持我的人，因迄自发性的行为，跟我无关系吼，跟我无关系，无关系。黄英丽啊，啊你无想到讲你已经变做泌尿科的医生啊？啊真够切割嘛！哎，拜托，你即马请这身出来，到底是要塞人什么招数？伊讲，我今天来，愿意来也要有，唱的可以。讲，听无啦。我今天来，就是应黄应你的要求啦，我来拍败恁这下子。黄应你，你有啥物需求？做你讲。输球，冇问题。球就免拍咧，输球，对不？人伊，看你有啥物需要啦，啊？冇问题，要拍败这下集团有两个条件。第一，我要变作足有钱的，我要比这下集团更加
有钱？无问题。哇！我比较有钱的哇，就坐钱的哇，安尼比这其他人更卡有钱啊啦！哎，我等下，我跟你拍摄，你安尼只踏一千个，你就比我这其他人卡有钱，我是有只身价。无啦，我这的钱哦，至少比恁即马咱第二的钱更加侪，安尼有无？有无？真正有啊！有胜利哦！好，安尼先不要。第二，我要变个足有名的。安尼，我会在滴媒体顶头拍败这家集团。像我这种姿色，上好喜爱好莱坞巨星迄种等级的。哦，这有淡薄仔困难的吼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因为每一个人的条件有限嘛，你搁定下一个愿望好不好？啊，你嘛袂使哦。诶，无多，困难困难。无安尼啊，诶，我甲迄个冯光远吼是麻吉啦。哦安尼。那是冯光远当选台北市长，一定会帮助我拍败迄这家集团。我要许愿。你要帮助冯光远当选台北市长。哎，拍摄，你想要变多几位好莱坞的巨星？周立功，我听。周立功，杰丽娜·裘丽嘛，袂歹啊。无迄杰西卡·艾巴嘛，就 sexy 啊。你两个袂错，袂错哈。啊，你要看多偌久？讲这种的胜利的神秘人物哦，我你讲有啥物绝招？绝招紧点出来。吼，有啥物绝招？哆啦 A 梦。把你的秘密武器给摕出来。讲到秘密武器，大家拢知影，我有一个百宝袋，虽然讲小小啊一个，啊，不过内底应有尽有，我给摕出来。哈哈，看到无？这内底啥物拢有啦？哎呦，我靠，我百宝袋，法宝，我秘密绝招，我唔相信，拢摕出来。伊是丽丽家具，英文之母。哎呀，得，看到无？这是我的秘密武器。你拍拜头了无？啊，一个憨子要搞这样一团拍拜。一个韩籍，你要拍败柯文哲，还是连胜文拢有可能？无可能拍败阮这这下集团。嘿，你若未送，你打我。你打我，你打我，笨蛋，你打我。哎，你叫我改拍呢？我生个这大汉哦，头一摆看到有人叫人提，我甲拍啦。哎，家己要求的嘛。哎，真的。记得韩吉哪讲主席啊，还个软软，你遐未主席，迄敢若石头。我看你的五官咧，你模糊。我看你的五官真模糊。好，你不要讲话，未来哆啦 A 梦，把你的秘密武器全部甲杀出来。好，我做一个甲摕出来。好。拢听出来，来，提什么？哎，这不是我带的小白吗？小白，你来你家？哎呦，哎呦，你还够有嘞！哎，来哦，哎，哇，哎，哥，哥，你来家来家啦？哈，哎，还够有哦，还够有哦，还够有，哎，你过来掏，哎，哎呦，弟弟，你来家，你不是你刚刚在读册吗？无啊！这是安那？你哪会甲我这规家伙仔拢杀出来哈？我甲你讲啦，这就是绝招啦！你看即摆连胜文伊嘛是用这招啊，一个人无都拍败这亚集团。我甲恁规家伙仔拢请出来，我就唔信赢袂倒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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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绑架犯，不过把因规家伙拢绑起来。你可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情形吗？啊啊！我我拄才想着，我两米五预约做指甲呢，我先来做，我先来做，我先来做。没把你整到百宝箱来。我指甲来不及啊，来先来做，拜拜。我说你，拜托哎，哈，这得个因的绝招哦，什么百宝袋？幼稚，系啊，我都唔相信这百宝袋真正你想到什么物件都有法都刻出来。对啊，这袂输敢那饭店收物面床单诶。我来试看卖。嘿，啊娘喂啊！风啊！哦，娘，原来你还搁咧想你这个水澡衣啦。无啦，还是。
我唔知去真诶呢，想着啥着杀一块。早上我突然想林志玲。今天的闷锅主题是周韩倩 FTA 年轻人起薪恐剩15K，你信不信？怕不怕？好，那么尤其这几天大家说这是台湾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，但是也有另外一派论点说，其实我们是不是太过于迷信 FTA？ 那么因为 FTA 其实不会和这个劳工的薪资画上等号，比如说 ECFA 上路之后，我们还是22K 啊，有提升吗？那请教杰明，事实上应该是 ECFA 完之后，我们的薪水变成22K， 而不是 ECFA 之前哦。那事实上给大家一个数字来做比较。就是在马政府之前呢，是扁政府。扁政府呢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很多的台商啊，跑去中国大陆投资，那投资金额呢，大概是1兆2000亿哦，其实不是小数字。可是外国人投资到台湾的钱呢，哦，接近2兆台币哦，特别是在马政府的扁政府的后面两年呢，总投资额等于马政府6年执政的外资的总投资额。所以重点在这地方，你招商有没有能力哦，才是最重要薪资的要件。如果我们以去担心啊，就是说啊，这个担心这个中韩会不会签 FTA 啊，那不如我们就问一下我们市长先生怎么提振台中市的这个竞争力，问一下我们主持人如何增加这个哇哇哇的收视率哦，然后让创造更多的收益，可能比较直接一点。不过我要回到一个重点哦，以去担心哦，中国跟韩国有没有签自由贸易哦？倒是担心我们的土地啊有没有被少数的财团给垄断了，还是一句话，还有我们领导人的智慧，这件事也很重要。所以胡市长怎么样提升台湾竞争力？这个非常谢谢杰明兄，他最后讲的我这个领导就他又是推到我这里来，非常肯定我对于台中的建设啊。你可以看到我不是说因为竞选才拍这支竞选广告，但是我必须把这些建设要告诉大家，我不是为了选举，是为了大家知道我还会有什么样的建设。这次台中歌剧院是不是23号落成嘛？对不对？你看看这日本的这个建筑设计师的做的这个做法，里面没有一根梁柱，这个是全世界数一数二最困难的一个建筑，在台中完成了。所以你看这个建设多么的重要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一次从9月底开始，我们可以说国民党开的这个建设的支票已经达到3000亿了，是不是？澎湖要买新的邮轮，新的邮轮呢？澎湖啊，那这个捷运，我们要从汐止延伸到基隆，到基隆都快到港口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干脆到和平岛好了。对，也到了，不排除和平岛了，不排除基隆都过去了，龟山岛也可以过去。台东这么样大的地方，将来你去台东，你看不见电线杆，哇，所有的电线地下化。在照你们这样，是不是这200年那个捷运就基隆就通到日本？我的不，等一下，还是一路通到外太空。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各位几位讲的呢，都还是一般人平凡人的看法。我是来自太空，我去过太空最神秘的虫洞，虫洞，我的手会。对不起，我想唱一下歌。从外太空看到我们地球人的这个智慧是不一样的。好比说，你们刚一直在讲你们的政绩，你们有领导人，你们跟钱有关系。像我们美国人如此的乐天派，我们不是这样过日子的。各位你们晓得吗？15K 有 15K 的做法，150K 有 150K 的过法。但是我在这边请各位扪心自问，年轻人朋友，如果今天你有 15K 跟 150K 的时候，你都不会存钱的，你有多少钱你都还是花掉。所以基本上为什么不有什么样的钱过什么样的日子不就解决了？好比说 15K就专门只能吃很便宜的黑心食物，反正你们都在吃，对不对？吃到最后呢，头变得大大，四肢变得萎缩，还有瘦身的功能。女孩子不是一天到晚在说有蝴蝶袖，大腿太肥，对不对？到头变很大，四肢变很小，这样不是有瘦身的功能？15K 吃久了以后就会变成像这个样子。阿力刚刚好瘦身，四肢都很瘦，中间头很大，对不对？那150K 吃好一点也是可以过日子啊。150K 吃到后来以后，全台湾请问那个人就会变成就会像这个样子。如果全台湾的人都吃成这个样子，那各位还有什么好吵的呢？你们不都觉得他有钱都仇富吗？现在全部人都一样了，就没什么好吵。谢谢你，谢谢大家，我们先进广告。